特别的。没关系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唱这里好不好？这首歌是我今年专门为魂金这个游戏创作的5周年的主题曲。然后香港站结束之后，如果大家有演唱会后遗症的，可以去陪花无天去打游戏。给我弟弟，谢谢大家。他不在，他不在这边，等我回去告诉他。来了，永不熄灭的火焰。